感谢咱啊，慈济宫以及咱济济诶好朋友诶努力，包括咱文化局文书局，哦，对不起，哦，文化部文书局以及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文书处，啊，大家共同诶努力，来互遮诶委员审查，哦，共共同认证，认定咱台南啊客家啊慈济宫上客家诶即个啊民俗活动，成做国定重要民俗，这是对咱。啊，那是阿家慈济宫的肯定，那是对咱台南来讲是一个啊，足大的光荣。我们在今年啊，得到啊这个保生大帝的圣杯指示，说今年一定要办理，所以说我们就延了两年之后，在今年啊农历三月九号到十一号，我们来举办啊玄甲上白蛇的一个活动。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，在台南市长啊的这个贴红纸这个恭贺之下啊，我们也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任务。学甲上白蛇是整个学甲的大事，我感动，我骄傲，荣耀归学甲。